不见，我们相约今天，一起笑看冷暖人间。富贵如云烟，沧海一变桑田，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。每当想到明天，每次回首从前，总是让人感慨万千。止不住的思念，挽不回的改变，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。爱真假难辨，情怎么考验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爱不必缠绵，情不求永远，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。爱真假难辨，情怎么考验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爱不必缠绵，情不求永远，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。爱的世界里好似神仙，我想看那个梳子。啊？我想梳头，没带梳子。哦。那。对不起，我错怪你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小气，我让你受委屈。好，不哭不哭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一点都没有关系。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找你说清楚，没想到就来了。小林，你真好，每次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就出现。好，不哭，不哭，不，自己跑来了，后白花三两银子，我不哭。不要那么难过吧，你看我们都和好了呀，对不对？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不是啊，是我爹他快死了。哎呀，婶婶，看不出来啊，师伯他是要我们和好，他装病吓我们的，你看不出来？哎呀，是我们请来的大夫都这么说。真的？啊，我中间从来都没有好好孝顺过他。还连累他把所有的家产都败光了，我现在好不容易才闯出一点点名堂来，没想到他竟然身患重病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我怎么？你别难过，别难过，大夫不见得看得准的，对不对？我想个法子，再多请几个扬州城最好的大夫给师伯看病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要看病，看什么病呢？师伯，不要请大夫了吗？你怎么跑出来呢？外面风那么大，你赶回房休息好不好？我这刚才就是，哎呦，喘口气儿，不是，不能请大夫，请大夫花那些钱没有意思，不要。可是师伯，多看些大夫比较妥当嘛，好不好？妥当？这不会妥当的。我跟你说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啊，我以前呢还就请了很多大夫嘛，是不是？大大小小大夫的嘛，对。可是他们都说一句话，他说只有治标不会治本，你所以你看。那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。是啊，我有一个法子，可是，哎，算了。什么法子？师伯，你说嘛。什么法子？什么法子？不是那个，是这样，老婆，那个是不把算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年纪也大了，也快死了，花这些钱减轻一点痛苦，那干什么呢？不要算，不是，不要。爹，你听我说啊，就算我们把所有的身家都赔上了，也要想办法救你。到底什么法子？你说。这不是那个，这是吗？哎呀，我使这个法子是有了，我只说出来听听看啊，大家考虑考虑啊。就是他就是我常吃一点人参呐、鹿茸啊，天山雪莲呐、像这样很高贵的药物，我可以调调气就能拖延一段时间。不过这玩意儿花钱花太大，不要，我们千万不要。别，爹，师伯，就这些是不是？是你放心，明儿个我把这些全部带来。
追不到。你放心。叶林，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对，不是，站，威廉，谢谢你。威廉，叶姑娘，你这样一来的话，我这条老命给狗爷铲铲，可以拖好久。谢谢人家，快谢谢，谢谢大姐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加上鹿茸，补酒补汤。赚这么多，小钱就变脸就赚这么多呀！我发了。太好了，那假如这样的话，哎，来了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高兴！我这算了，我到底能赚多少钱？你看啊，爹，赚钱事情交给我们好不好？哎，好。爹呀，有件事情跟你说。说吧。你现在用那些药材都很名贵的。是啊，不好意思叫小林去买，咱们也有点积蓄，不如我们自己花。小林帮我买这些药材，他也是，这他是一番孝心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么名贵的药材，你叫我自个儿花钱买，我宁可病死算了。哎呀，爹，你不要整天说什么死不死的好不好？人家都担心的要命，你却老不当他是一回事儿。别真的这么担心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啊，爹，好，我知道，你都不要说，你不用安慰我。我，咱们吃点稀饭。哎，好，里面加药材的，很补的。哎，我，小心烫。哎，好，慢点。嗯，哎，好吃。嗯。好像你从来没这么伺候过我啊！对不起啊，爹，我不……别这么说，我是觉得生病真好。哎呀，爹！来，没事啊，不讲了。大姑娘，坐着，刚好啊。小心，谢红。哎，小林来了！哎呀，太好了。哎呦，又送这么多药材来！哎呦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，这是我的心肝宝贝哟！哎，弟，你怎么了？我太高兴了！师伯，这个好多了啊！啊，好多了。对，但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哎呦，我的五脏六腑好像又移了位了。怎么？说来就来，你看。哎呀，爹，没关系，不要紧张，一会儿就好。哎，我喘口气。我想是这样的啊，原因很简单，可能就是这些东西吃少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小林啊，真谢谢你送这么多东西。不客气。不是，我觉得好像少了一样哎。啊？是吗？好像没有千年灵芝啊。啊？这，我想办法去给你弄来。真的太好了，太感谢你了，太好了。爹，太高兴了。千年的灵芝，太好了，这个东西好东西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不行啊，我怕我做不来啊，这每一次办案都是听你的嘛，我……哎呀，你放心，你可以干的了。哎，不，这阵子我实在是没有心情办案呢。你什么？什么叫没有心情办案？什么叫没有心情办案？你跟我说啊！你要是不办案，咱们吃什么？咱们喝什么？喝西北风去？这……哎呀，爹，我也是为了你呀！啊，我从小就一天到晚想着离家出走，等到真的离开了家，家当又全部散了。现在只好努力干活，我从来没好好陪过你，孝顺过你，现在我只想亲自的很专心的来陪你的嘛。哎呦，得了吧你，你要是真有孝心呢，你知道我爱什么啊？我要钱呢，我要白花花的银子，金闪闪的金子，没有这些东西我就石窍生烟，弃君而亡，我死定了，你懂不懂啊？你不是，师伯，这水生印也是为你好嘛，这他希望在你临终之前能多一点的家庭温暖嘛。你给我死！哎呀，爹，不要临终，什么叫临终？临终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你送我死啊你！是你自己没事说要死的啊？你再说！哎呀，我说你们懂什么东西啊你们啊？家庭温暖啊！我家庭温暖还不够，我告诉你，再暖那么一点点儿，我就浑身长痱子，你懂不懂啊？你真的希望我心宽体胖、高高兴兴？那很简单，就给我赚钱，拼命的给我去赚钱，你懂不懂？爹，可是钱不能换回人命的。是啊，你们懂什么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命如钱嘛，我就有钱就好了，我要命干什么呀？你个笨蛋呢，你们！爹，你这看见孩子，你怎么笨的？你不懂啊你？听爹的话不会错，懂不懂？
懂不懂？让你亲一个，乖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以为我亲了你，我就不要钱了啊！哎呦，天啊！我来了，我抓到了，我抓到兔子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又弄得全身是这样子啊？搞不清楚你是去抓兔子还是让兔子抓你啊？你以为猎兔子简单啊？它有四条腿，会跑的，不喜欢被人抓来随便宰了吃。每天在这儿发呆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外面多辛苦啊？那明天你留在家里，我出去猎兔子好了。哎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你打猎，你走得动吗？我力大如牛，都不是这些玩意儿的对手。你行，撤。不是让你休息一天吗？怎么又出来了？你回去吧。我来看你怎么打猎啊！昨天晚上还哼哼哈哈的一个晚上没睡好呢，是不是伤口又疼了？哼，还逞强呢！待会儿啊，可别要我抬你回去。你心肠还挺不坏的嘛。放心，我已经好多了。是个女侠哎，我不是什么女侠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啦！你看，你懂武功，你又肯救人，你不是女侠是什么？哎，你是怎么会去拜师学艺的？你这个武功怎么学的？会不会很难呐？只要想到仇人，横行霸道，无法无天，什么样的武功你都学得会的。你跟我一样，也有血海深仇。你的家人呢？都死了。都死了。本来应该还有一个侄儿的，可是逃难的时候他太小了，可能已经……哎呀，不，什么可能不可能的？你武功那么好，一定会报大仇的啊！你放心，我的仇人太厉害了。那你告诉我啊，总可以想个办法嘛啊！这人家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，咱们两个人就凑合凑合。哼，我就不相信我们两个敌不过他。爷，你笑什么？你真以为我一点用都没有啊？我力气很大哎。那不然的话，你可以教我武功啊，我不就可以帮你报仇了？你为的就是要学武功啊？可是我并没有要收徒啊！你的武功这么好，你不收徒弟不是太可惜了？你看你教了我武功，我就可以帮你弘扬武艺，光大门楣，出强扶弱，造福百姓啊！谢谢你，我没有那么大的志愿，我学武功只是要报仇。哎，我也是要报仇啊！那我们两个既然有志一同，你更应该教我的嘛。扶我到床上。小心啊！你也尝过我受的苦嘛，那不能报仇的滋味你也晓得啊。你教我，你就算可怜可怜我嘛，啊？
你练功了，是我的手艺啊。我啊，今天拿你猎到的野味到下面农村跟他们换了点菜啊肉啊什么的，然后就借他们的厨房弄了几道菜。知道你这几天呢、啊、每天都吃烤饭的肉，一定都吃腻了啊、哦、来尝尝看。那吃还不错吧、嗯、哎，来，虽然简陋了一点，不过呢我的手艺呢还是不错的。嗯，好吃的话就通通吃光它啊。其实嗯，我可以天天弄好菜给你吃的，只要你收我当徒弟，不但天天有好菜吃，就什么所有的梳洗杂物啊我全部都可以替你打点，而且啊我可以把你服侍的妥妥帖帖的，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。谢谢你，我吃饱了，你自己慢慢用吧。哎，说嘛啊，你不用白费心思啦。哎，我以前啊我在武馆干过活的耶，我这是我刚做好的，你看，我看啊他们都是用这个来练武的，你看我做的好不好？还有这些砖块啊，我看啊他们都是用这些来练掌力的，所以啊我就把他们全部都搬回来方便你练武。还有这些柴枝啊，柴枝啊可以帮你练剑哦。我把这个柴枝啊丢在半空中，然后你就拿这个剑架咻咻咻。我想你们是不是都这么练的啊？大概吧。哎呀，我都光顾着说，我忘了你对他饿了啊。我去拿早点，你等我啊。等等，张罗这些东西你忙了多久啊？不久啦，不久。你只要安心养伤，你就练武，你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哦。真的，没关系。我很佩服你的耐力，可是我四海为家，跟着敌人行踪卷，没有办法收徒弟的。同样烦着师傅的，我不会收你为徒，乱闯乱撞，刀剑可是无眼，万一伤了你，我可不负责。喂，我对你有恩呢，又没有仇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你的良心会永不安宁，每天睡不好，你哪有精神去报仇啊？你想想看，你这样多划不来嘛。我不练。哎，我有什么不好？你一告诉我，我可以改吗？我怎么不好？我怎么不好？什么人？我每天那么伺候你，都
快变成丫头了，我犯不着吧？啊！你说的也对呀、啊。那就不好意思了啊。不要紧，这些日子我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也该告辞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我要走了，以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。嗯，这不行。以后我们将来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会报答你的大恩的。哎呀，不行啦！以后搞不好你还做女皇帝呢。要报恩，干嘛不现在报啊？我说过我还有事情嘛。哦，你报仇是事情，报恩就不是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为了等下山报仇，等了多久啊？足足十几年。这日子我是怎么过的？为了练掌法，手往沙堆里插，十个手指头都破了，我还要继续练。为了强身健体，躲在冰窖里面挨冻，又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杀那流金头贼呀！今天他好不容易回到京城，我知道了，我不追过去，我要干什么？你不能阻止我，谁也不行啊！哎，你真的就这么走了？你不想想，我天天怎么服侍你？我每天烧的好菜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对你这么好了。我又不是要你教我怎么绝世神功，你只要教我几下拳脚，可以打赢江水生就行了。我不会花你很多时间的嘛，啊！我求求你，你就教教我嘛，哈！我跪下来求你，求求你教我！哎呀！哎，你站住！什么礼义廉耻，你就会拿那些话教训人，你自己一点也办不到。这么跪下来苦苦的哀求你，你看也不看我一眼。你受了伤，我救了你，你却不知恩图报。我还偷东西给你吃，捡衣服给你穿，你就只想着要报仇，大摇大摆的就要走。你说的都是屁，你才什么都不懂。一个人礼义廉耻一样都没有，你怎么活在这个世上啊？亏你还枉学武功，枉成侠义呢。跟你口口声声骂那些奸贼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呸！我瞧不起你！哼，你要走，你走！哼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稀罕。好，我是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。如果只是学两下拳脚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我随便说的。你想过？请问一下，心肝脾肺肾都乱痉挛症有没有什么药材可以医治的？什么病啊？哎呦，心肝脾肺肾都乱痉挛症，这是什么病啊？你自己想出来的吧？哎呀，不是啊，得了这种病之后呢，会不时的全身抽搐、心痛、晕倒，这么多的症状。你想想看，有没有这种病人？他们都是吃什么药的，好不好？什么药？有没有？先看，我这些药材可都是好药材啊，对不对？你已经看过了嘛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到底值多少钱呢？好啊，70两，这70两开什么玩笑？至少值100两吧啊！哎，不相信你问问看嘛，是吧？你卖出去一定不止这个价钱，真的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啊！爹，怎么样？爹，大夫，他就是那个心肝脾肺肾都乱痉挛症了，那个嘛，大夫。爹，嗯。你说世界上就有这种人呢？他病了连命都快没了，还把人家送给他的那个药嘛，他拿出卖呀，宁愿赚这几个钱，可以连命都不要。哎，他这个人呢是爱钱爱了一点儿，但是还不至于不要命。哎，你说他到底得了什么怪病啊？啊，什么心肝脾肺肾都乱痉挛症，很难讲。那还真是怪病，连听都听不清楚啊！我一定要看看。谁知啊？陆荣。
当归，当归，当归，送当归干什么？这是乌鸡白凤丸，乌鸡白凤丸也送给我了。哎，好，师傅，不少钱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那个巡抚大人来看你了。他来看我了。对啊。哎呦，哎，怎么扶我，扶我，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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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巡抚大人来了，大。贤兄，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不是大人驾到，有什么原因？失敬，失敬。哎呀呀呀，贤兄，有病在身，不要多礼，不要多礼。啊，您请坐，请坐，坐坐坐，请坐，您请坐。就倒茶，倒茶，倒茶。贤兄啊，怎么样啊？最近身子大安了吧？我，安不了喽，身子骨越来越坏啊。我先去等着那个大小姐能够把那个千年灵芝给我送来，我一吃可能就好多了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千年灵芝是个宝物啊。是是是。哎呀，不要说你了，换成是我的话呢，我都舍不得吃。我光看着它，我这病都能好了。哎，就是嘛，就是。这个不过呢，千年灵芝也不好找。远水救不了近火啊，贤兄啊，赶快想点办法对付对付啊。哎，有什么办法好想啊？我想我差不多了吧。不，既然今天您来了，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啊。您说。您的心里头有一块肉，我的心里头也有一块肉。是，我是希望这两块肉什么时候赶快能够成亲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到时候我就算闭目我也安心了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不要随便闭目。哎，不是开玩笑，这个，我们都希望他们这两块肉能够早点结合，产生第三块肉，知道吧？是。但是呢，这个事儿恐怕有点难处。爹。哎，等，有什么难处啊？你想干什么你？女大不中留，不是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哎，你们今天是怎么了？你们是？对不起，这是。你坐好。这个事情呢，你是这样。哎，这怎么样啊？我们家的家规有一条哦，就是说绝对不可以嫁给身患顽疾的人家啊，哪怕是至亲好友，只要他身患顽疾，都不能成婚。那呀，这个，不要紧啊！是这，可是呢，我家里面有一个这个专门对付顽疾的方子，我听说它是可以治百病的，不晓得有没有用？有用，有用，一定有用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方子呢，它不要钱哦，哎，它这个为什么不要钱？因为它不用药材。不用药材那不是划不来了？不是，那有什么方法呢？他虽然不用药材，他比药材更有神效。哦，一定有神效的嘛，一定有神效，您就快说吧，大人。啊，我这个秘方呢，他就是要这个病人呢，必须要七七49天呢，不吃东西，不喝水，啊，只能够喝这个牛羊猪的奶。对不起，尿啊，尿疗法。啊，这是东洋倭寇非常流行的方法啊，就是每天早上啊，贤兄你要派人去接那个猪牛羊的那个尿，千万记住啊，第一泡尿最有效，掐头去尾，只喝中间，拿来之后不要耽误时间，你自己拿舌头先去舔舔看，那个温度跟你的体温差不多，那最有用，一鼓作气喝完，喝完之后要大笑三声表示有效啊。好啊。这贤兄，不要担心，我们这尿里面放了这个神咒了，所有的大夫都说这个方子最有神效。哎呦，爹，这怎么行得通啊？是啊是啊，这喝尿啊，对，大人你们搞错，这喝尿，是，开玩笑，我什么时候搞错过事情了？那贤兄刚才也说这个方子是最有神效的。我，贤兄，这真是我看事不宜迟，啊，为了你呢，为了你自己，为了我们两家的这个秦晋之好啊，国尉在。赶快带姜老爷子回巡抚衙门大牢里去！是，慢点，快点，这是什么？
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听我说，你要先委屈一下，因为我知道的是，一般常人呢都耐不住这个方子，他不到七七49天他就慌了，乱抓东西吃，这一吃就坏了，就破了法了，就会疯癫致死，不是开玩笑的啊！为了以防万一起见，你先到我们大牢里去委屈委屈。国卫，带走带走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我不要横着，你不要过来！我给你，我没病，我好得很。啊啊！你怎么没病啊？啊！我病好了吗？你看，哎，好嘞，不会吧？你刚才怎么一会儿就好了呢？对对对，我心情一开朗啊，哎，就没事了。我知道，哎，知道了，装病对不对？哦，对，你骗我这阵子，我为你多担心，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着，你骗我，骗我，乖，我还不是为你吗？乖，不，你听我说，你那个时候，你跟大小姐俩吵嘴是不是？我没有办法，我想个办法出来，我就是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好嘛。我所以我就装病，没想到我这一病下去，你们对我这么孝顺，这越孝顺我的病越难好。你也知道嘛，是不是？我你原谅我。说到底也不要拿自己命开玩笑嘛。我一直都好孝顺你，不管你有没有病，我都孝顺你啊！真的啊！嘿，好小子，这才够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我没白养你啊，来这一套啊！好了，现在没事了，是是是，大家都安心了啊！谁说安心了？啊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姜老爷子有一件事始终没有安心。我有吗？我什么事啊？爹，不要说他了，这事儿办不好的话，连我都不安心。到底什么事啊？哎，你也不知道啊，就是你跟水生的婚事嘛。哦，小玲，你说吧，这事儿要怎么办呢？小林，快去呀！哎呀，快去呀！大人呢？今儿你难得来嘛，是吧？我们研究研究婚礼的事儿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对，先讲清楚啊，喜宴的钱各家一半哦。哎呀，走。望未得，欲去去无由，心似独似往，心有千千结。香儿，你在哪里啊？水深。哎，香儿，找到你，我还以为你又云游四海去了呢。我以为你不来，我真想要离开呢。哎呀，不行，你这次绝对不能说走就走，要走的话，至少得喝完我们喜酒再说。喜酒？哎，我跟小林要成亲了，小林啊，我找到香儿了，小林来啊，来了来了，小林，我找到香儿了，香儿，你来了，哎，怎么样，替不替我们俩高兴啊？这是天大的喜事，我当然替你们两个高兴了。小林，听水生说你们要成亲了，要恭喜你了。其实啊，我们最应该谢谢的就是你，都是因为你当了和事了，才把这个傻瓜蛋点醒。但是因为我家里一时有事走不开，请多多见谅啊。香儿，我心眼多，我不明事理啊，我以前误会你们，给你惹麻烦哦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我怎么会介意呢？希望以后你们两个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，我就安心了。听到没有？人家香儿都说不介意了。以后啊，不要再那么小心眼儿，小心眼儿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小心眼，你干嘛打人呢？香儿，你武功好，你要替我教训他，要不然我嫁给他，我肯定被他欺负死。不是，你要教训他，我们俩还没成亲，他就叫你来欺负他老公，这不行，你要教训他。哎，还没成亲哎，谁是你老婆啊？你就是我老婆，你是我老婆，偏要叫老婆，哦，老婆。哎，我想到咱们喜酒吗？喜酒怎么样？要摆多少？有很多人吗？有，我一定有好多朋友啊。有国卫啊。
进步啊？还可以。我师傅，你怎么偷袭我啊？想不到你悟性还那么高呢，学武这么快就上手了。那我算是练成了是不是？还早得很呢。不过呢，如果只是对付只懂两下子武功的，倒是可以了。真的？那我就可以找江雪生报仇了。如果他没学过什么武功的话，你是可以找他试试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多谢师傅。好了，别唠叨了，快去快回吧。上路之前，我有一些事情要吩咐你。上路？你去了回来再说吧。江水深，我今天非把你的闯名堂给拆了不可！江水深，我报仇来了！呀！江水深，赵仲远，你们给我滚出来！江水深，你们给我滚出来！出来呀！我何海龙找你们报仇来了！来来来，哎呦，来个不夜城，仲远，快来！吃点东西来。我不吃，我死都不吃你的东西。你平常吃了那么多的不吃东西怎么行呢？我就是恨我自己吃的多，跟人家比吃什么馒头，要不然就不会认识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王八蛋。我没有无情无义啊，不是我没有啊，我你只是对我无情无义。我到底哪里不好？没有，我真的是头母猪，不是怪我，不是，你不念着我对你的一点心意，再就算了，我们有缘无分，我也不怪你。可是你明明知道那个江水生把我害得这么的惨，你还跟他合起来一起骗我，说他得什么怪病，叫他来非礼我。哎呀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啊。我
我要教训他，你还出手打我啊？哎呀，你别误会嘛，你也听听他解释嘛，他怎么想到这当初现在会搞成这个样子呢？再哦对对，再说他知道你在妓院，不是马上就把你赎出来了吗？啊、我不稀罕，他是自知天理不容，再赎我出来积点阴德吧。我早知道是他赎我出来，我死都不出来。我还以为你是真心的对我好，原来哎呀，好了，好了，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嘛，啊，别哭来着，哎，赵水仙，你有种的你就出来，我们一对一的单打独斗，要不然我师父一定会来杀了你，为你除害。你叫够没有？你骂够了没有？你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了。天天骂我，夜夜骂我，骂的你们没好教训，让你们一个两个可睡而死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放我出去！不敢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们不会放的。你一个女孩家在外头流浪算什么？如果你碰到坏人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你那个师辈不知道是哪棵葱，净教他那些不三不四的武功。是不是啊？跟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比起来，你们算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！我就算是流浪街头也好，我当乞丐也好，我就算是回到妓院，我都强不了你们摆布。回到妓院，我亏你说出这种话来啊！怎么样啊？好说吗？我呸！哎呀，喂！你小心，小心！你这是个婆娘啊，你没事吧？好，你这个婆娘，好，没错。我就是天下间最下流男人，我专门喜欢坑害人，我最高兴了。我看到你给妓院里面那些客人糟蹋，我不知道多乐呢。好了，你现在落在我的手里，赶明儿，我再把你送到妓院去，再让你去给他糟蹋，我看你拿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果然是禽兽不如！师父。也是个女的，是啊，什么样？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我也卖到妓院去啊！师傅，对，哎呀，他就是江水仙，那个猪狼狗的你旁边那个，你快杀了他！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哎呦，哎呦！女侠，这给我灭火啊！我说你别！哎呦！不是，你说他是你爹？我当然是他爹，要不然你是他爹吗？不是他亲生的爹。
我怎么不是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人疯了。你看他刚刚进来就打人，现在又来认亲戚，他有问题，咱们赶快走。你别走！我有什么？今天没有把话说清楚，谁也别想跑。就是